病，即系极瘦，即系冇嘢食先食屎啊，唔系肥师大啫，啊咁啊样打格仔唔知啊，净系只眼咁样，但系你见到咧就把声咧都都大，即系气，即系你会睇到佢个肺容量都大嘅，你唔会话咩即系恩招鬼命啊剩啊咁样啦，跟住就把声有啲沙沙地咁样嘅，咁啊老牛声。咁咧就一开头咧嗰个访问咧就喺度问咧问啲女仔先嘅，佢话你惊唔惊啊？点解要问啲女仔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咧佢话传闻呢个食屎嘅人咧就好中意去女厕食嘅咁啊。跟住佢就首先问啲女仔，佢话你惊唔惊啊？咁嗰啲女仔梗系话惊啦，黐线点会唔惊啊？梗系话咩惊佢猥琐，有个女仔话咩惊佢猥琐我啊？咩咩咩会斩我啊？咩攞刀斩我变态噶嘛？点知咁多啊？咁样。其实我喺呢个问题都多余，唔通话我冇咁欢迎，冇乜所谓啊？女厕入边有个男仔喺度食屎，我觉得好正常，即系正常都会惊啊，系嘛？好，咁咧之后咧就后来咧就揾到嗰个食屎个人咧，食屎个人咧就问佢话咩点解要食屎啊？咩食咗好咯？咩吃了好多年定咩？把声沙沙吃了好多年。佢讲嘢短又快，有少少女嘅，跟住问女咩？点解要？跟住嗰个记者问点解要食女厕啊？好吃，好吃咩？女厕又好食啲，佢话咩？女厕又好食啲，屎又好食啲咁样咯。跟住就问佢唔知，总之就系好似又问佢食咗几耐定咩？好耐啦，佢话咩食咗好久啊？定点点点点？咁咧就一路食嘅时候咧，就会影住，唔知点解影住佢只手定乜鬼嘢，只手咧就喺度捽嚟捽去啊，定点样嘅？你又见到佢喺度捻啊，就喺度摩擦啊，咁样，你都会觉得怪怪地嘅呢个人。咁啊，就第一次就即系佢嗰啲报纸就话好奇怪咯，点解会有人咩喺度食屎啊，定点样？好，系啦。嗰、那个食屎嗰个人咧就好后生嘅，你唔系话咩七老八十啊嗰啲嘅，应该系廿零岁，即系佢冇问到几多岁啦，即系佢冇调查到背景话咩姓甚名谁，咁咧就但系睇个样咧，你都觉得系年青，即系廿零岁到啦，咁样大大只只廿零岁，你如果你唔知道佢系咩，即系呢单新闻话系食屎嘅话，你会觉得佢都几阳光，即系块黑黑地皮肤。啊，即系好似有做开运动啊，咁样嘅大大只只咁样啦。但系佢就，我估佢一开头应该都有食男性嘅屎嘅，即系如果唔系佢就唔会后来拣话我而家转去女厕食，因为好食啲。啊，如果佢点样可以分得出女厕嘅屎啊好食啲咧，就佢必须要食个男性嘅屎啊，男厕啊。咁就而家佢就好知道咯，就佢冇讲话边间公厕，就系佢。即系嗰个地区佢住嗰头咯，咁啊佢边个省份嚟都唔知嘅，但系就讲国语，有啲乡音就应该唔系广东佬，吓好系啊，好似之前咧有啲咩食咩厕所有三派嗰啲咩潮文啊，咩基派咩派，嗰个系嘛有一个好嚟啦，借我去。动物屎先可能好食啲，唔知呢啲系冇。总之你睇落去，佢系有要求咯。佢又唔系话就咁乱咁食屎嘅佢。但系佢又冇试过，因为咁啊食到病，好似系冇呢啲咁样嘅。好。光落去，靓个抽筋啊！你有冇见到佢射门嘅时候个笼系咁喺度勾自己心口，唔知做咩事喺度勾个痕定咩咁喺度叫人哋做手势叫我射呢边，指手画脚影响我，就照嚼，你睇冇问题。咁啊就系咁样啦，呢一单新闻就系咁样，依家有好多奇怪新闻啊。跟住咧仲有单新闻系咁嘅，就喺香港岛嘅，就咩杏花村。佢杏花村咧就唔知有咩事咧，好奇怪喎！即系一个商场，杏花村系一个咩地方咧？话俾大家听，可能好多人都未去过啦。唔系，我一听到咩杏花村啊，咩
木同遥指杏花村，哇，好多杏花啊，即系好多即系园林啊、剩啊嗰啲咁样嘅。啊，唔系，杏花村就系一个地铁嘅屋村。哎呀，黐孖筋啊，唔吹啊，白痴啊，低 B 到冇人有，戆居啊！咁咧，杏花村系咩地方呢？就是、地铁咧整嘅屋苑啦。咁咧就其实系冇咩树木城嘅，你会觉得系一个好即系就系、是、一个都市咁啦，得一个商场城嘅。咁啊好奇怪，咁咧就唔知寻日咧就有只野猪啊喺杏花村出没喎。你都会话点样走到入去呢？咁咧就喺杏花村商场咧有个童装店啊。你话野猪喺童装店都算啦，即系入咗商场。佢唔係站喺童装店咁简单喎，喺童装店嘅天花板嗰、那个有个招牌嗰度呢，佢就即係你当门口招牌，跟住呢就有个类似门有个门框咁嘅嘢，佢就企咗喺个门框上面嘅野猪。唔知点解佢走到上去嘅即係野猪。咁呢就总之就啲友就见到就好清奇啦，我话做咩事呀，点解野猪过咗嚟呀，佢话跟住呢隔篱嗰个牌呢，即係门上面有个牌就写住咩半价咩童装半价。跟住啲人就喺度笑，系咪因为半价嗰隻野猪上嚟买衫定点呀，黐线，十二码啱啱冇十二码呢球又有。咁呢就跟住同埋好多人话点样隻野猪可以爬到呀，即係你话鸡咁你话哦识飞。跳跃力高啊，猫嘅都爬树力嗰啲劲啊，有爪啊，搲住啊，佢点样野猪可以爬到上去嗰个顶嗰度咧，门框顶嗰度咧，咁啊成扎有围观啊，哇靓到抽筋，咁啊个人啊围住啊，即系杏花村啲市民咧就喺度笑笑口，哇有野猪啊，因为好奇怪啊嘛，杏花村系一个即系好城市。好城市嘅地方正路啊，好少有呢啲咩动物啊，即係最多又得两三隻麻雀，点会有咩野猪。咁啊同埋最近又有好多呢啲野猪新聞，你又会觉得黐线喎。咁啊最后啊搞好耐又冇讲点捉㗎，但係淨係觉得好奇怪，点样可以爬有野猪已经好奇怪啦，杏花村然后仲点解可以行到上去个天花板呢。咁啊，其实闭路电视应该可以睇到嘅，但系就冇人去翻查咯。我都好想知道佢点样去到，有秘道定点样先至可以去到。你会见到咧咩？即系佢个野猪嘅地方系点咧？佢就行喺啲假天花度啊！你当系嗰啲，即系通常啲商场啊，有啲假天花定点啊，有两层次嘅咁样，佢就企喺嗰层假天花嗰度。咁啊，兜嚟兜去，咁啊，后来就即系好多人喺度望嘅时候咧，就唔知又系整个栏围住嘅，咁啊有啊，即系好多市民就笑嘻嘻咁睇嘅，就冇咩唔惊嘅。反而咧嗰阵时咪话咩上星期啊，咩差人捉野猪啊，惊到抽筋，攞啲盾啊，成啲细蚊仔啊，大人咧杏花猪嗰啲就企喺个栏隔篱啊，冇乜所谓，食花生睇戏完全唔矛，但系哇好得意，笑笑口啊，唔知系咪好似系咁啱母亲节咁啊，一家大细阿妈有野猪睇啊，哈哈哈哈咁啊，唔知咩啲差人见到野猪惊到黐线。佢惊到系攞晒盾啊，咬晒底啊，脚软啊，定点点点嘅，好扭到靓到抽筋。又话咩只猪啊？只猪系咩由咩猎人梦境入嚟？唔知啊，类似啊，你会觉得好奇怪咯，个位置突然间生咗喺度咁样咯，所以你会觉得好似有个人抱佢上去，或者点先可以做到啊？好，又嚟。黐线啊，黑哨啊！你睇下咩事？佢插水啦，大佬自己挨落嚟戆居，够多次，够多球。你都用手指指咯，指佢去第二边，骚扰下佢睇下点啊？对边又用一个矮的多嘅。前锋再救，哎呀，争少少啊，捉到路啊，可惜啊！你睇一次点样？
好，捉到路啦，可惜啊，对面啊射得劲啊，戴维韦纳，佢系戴维韦纳啊，佢系泰卫，时间无多噶啦，八十八分钟咧，呢一场波系和波收场啊，定会有人攻多入一球啦，大镬啦呢下，好彩呢下反击啊，可以要佢命噶啦，睇下点啦。好，哎呀，俾到和法啦，哎呀，可惜啊，咁都俾佢俾到波通到坑佢。好，兜上去靓啊！好，即刻弹啦，巴塞式即刻进攻，叭叭声揞落去，哎呀，争少少唔紧要，啊，仲有机会啊！好，哇，呢个巨人好威牙炸黐线，时间仲有咩啊？保持五分钟，仲有冇机会呕多次攻势？唔好完场住啊！俾我哋嚼多个攻势，哎呀，可惜啊！咁啊，就系咁样啦。就而家呢排唔知点解好多野猪新闻，大家留意一下咯。一般嚟讲，野猪就我谂你唔搞佢都唔会搞你，又唔系嗰啲野猪，又唔系话净系食肉啊、性啊嗰啲啊，好少可呢啲嘢，又唔使话太惊啊，唔使攞个盾啊、剩啊嗰啲咁样嘅，应该你一掂行掂过，冇事，唔好行太近咯。啊，咁啊，应该冇事嘅。咁啊，之后仲单新闻系咩咧？有单新闻咧就系、是、话唔知咩，有个 AV 女优就唔知叫咩上元阿姨嘅，上元阿姨咧就最近做啲咩事咧？佢就喺唔知 Twitter 定咩就贴咗张相，就话咩打戏，讲咩？浪人咩召集咁咧？日本咩叫浪人呢？你听起上嚟好似好有型喎，系咪？好似古代啲流浪武士唔系啊？佢哋咧就叫嗰啲重考，即系你当日本都有啲咩 DSE 考大学嘅，咁咧佢哋肥佬一次咧就叫咩一浪咩第一浪第二浪咁样。你有睇《蜡笔小新》就知道啊，嗰个有个好样衰嗰个叫咩四浪，就系、是、考咗四次，孖润长戴眼镜长头发。即系嗰次小新喺住即系间屋烂鬼咗住嗰间咩公寓嘅时候，就同嗰个咩四郎一齐住嘅。咁啊就佢又考四次。咁咧佢啊点解要召集呢啲咩浪人呢？佢就话咧啊咩鼓励大家。佢就话咧，如果凡系重考生咧，如果你点知今年咧考到啲名牌大学，日本得几间名牌大学啫？一间咩早稻田，一间咩啊东京大学，个个人都觉得我、哦、入到东京大学又威水噶啦，啊！你当好似香港大学咁先算啦，咁样咁啊，应该人哋威好多，因为日本人口咁高，考到个东京大学，肯定系觉得巴闭。咁佢就话哦，如果咧你如本身肥佬嘅唔合格啊，但系咧你下年咧。好勤奋努力咧，就可以吓、啊、考到呢个东京大学嘅话咧，你就可以同呢个 A.V. 女优啊上床啊咁样嘅。咁咧就冇话点样登记成，咁佢讲完我唔知喎，即系你要等到下年先知佢系咪真系会有信守承诺咯。咁啊，当然有啲人就即刻话咩咩喂，我其实你谂下个数字都可能好惊人，大佬喂，万一有。即系每年有咁多个咩考生，咁可能佢即系你话咩为之 repeater 咧？可能你话你呢条友本身都劲劲地嘅，考咩嚟以 DSE 嚟讲，可能全部考五星星，系争一科塌咗 Q， 跟住入唔到 Hong Kong U 嘅。咁佢话哦，咁我咪再考过咯。咁佢下年可能要食生菜，即系有呢啲咁嘅人啊嘛。咁佢话喂，咁上完阿姨，你分分钟系可能要同。即系一年，佢哋啲考生都已经唔知几百万人咁，当1%，都可能系唔知几百人啊，几千个。佢话系咪真系掂啊？条数，大佬系咪真系有即系唔好吹水、啊？有啲人就喺度讲啦。咁亦都有啲人就话咩？话点接唔接受咩海外啊？即系你哋最中意啊？就话哦，我本身咧 DSE 啊，全部肥佬啊，下年。啊！入到 Hong Kong U 咁啊，计唔计咧？咁样系嘛？好，肯定坐喺你都傻啦！你话日本人日本仔话知你，肯定唔会你，除非你系又好啊，你全部咩 DSE 零分，但系你考日本嘅大学，
可能佢都会考虑下嘅。佢话啊，你咁乖仔考日本大学啊，好啦，如果你考咩话知你史丹福咩剑桥咩牛津啊，仲劲啲，佢都话知你就系东京大学，人哋讲到明个题目就系咁噶啦，话知你啊咩牛津。咩 UCLA 乜鬼嘢啊？嗰啲唔会理你嘅。好，你系咪即刻好开心啊？你系咪一开头听到啊正啊，会努力读书？有几多人会因为咁而变得努力读书咧？吓、啊，会唔会真心一问？你哋会咯，我唔会啊！我就系为咗哇，靓我抽紧，我就为咗读书，就为自己，从来唔会因为呢啲嘢。哎呀，可惜啊！好。出翻埋嚟，我射啦，靓啊，争少少啊！又话咩正啊，好想去日本读书啊！咩东京热大学咁啊，类似啊，总之就系咁啦。好多人就好振奋嘅呢个消息，但系我啊觉得佢有机会走数，一年之后大家已经唔记得嗰啲件事啊。睇下咯，睇下下年咩呢一日啊！啊！佢 Twitter 会唔会有人贴咯？我而家啊咩东京大学入学嗰啲唔知咩证书啊，而家要入去啦，系咪履行承诺啊？上完阿姨，我咧系啊，系咪啦？有事啊，自由分晓，否则咧就只系咧吹水、黐大炮，系嘛？佢嗰张宣传照就好似着住啲咩啦啦队衫啊！我睇过，即系类似啊，帮你打气，帮嗰个各位 repeater 啊打气，咁啊着住件啦啦队衫，咁啊影张相之后就贴嗰个 Twitter 嗰篇文，就话哦，如果咧你啊今年 repeat 啊，你努力咧就可以咩上床啦咁样。好，等少少啊，拦到个波啦。咁咧，跟住咧就仲有单新闻系咁嘅，有单新闻咧就讲大陆个员工咧就大陆有间公司咧员工福利好好嘅，系点样咧？佢唔知请咗唔知佢公司咧就整咗6000多个嗰啲打工仔嘅，即系佢公司都有咁上下规模，黐筋啊！点会留嗰个波？咁咧就咁上下规模嘅。咁咧就唔知点咧，嗰个老细咧就黐咗边条筋，好好人，佢就话咩带晒啲员工咧去旅行嘅，6000多个人去旅行咧，唔系香港嗰啲去旅行啊，去元朗咩 BBQ 啊烧烤场啊，香港而家咧已经冇公司系会话咩同你去旅行嘅，香港而家有边位兄弟嘅公司啊，你老细话喂，不如啊大家都今年都几好，公司业绩好啊，不如一齐。同大家去个旅行，增进友谊啊，增加归属感，惊你班契弟走啊，就、哦、打完即系啊转工啊，整个旅行先啊，咁样啊，我人工都加，但系亦都咧就会整个旅行俾大家，唔系讲紧嗰啲低能去长洲咩两日一夜，或者去元朗 BBQ。咩咩北潭涌嗰啲，唔系讲紧呢啲，即系会去海外嚟话，当去日本。系咩浸温泉啊？去泰国啊？即系是但近近地啦，系嘛？即系唔需要话好贵啊！即系近近地，唔系要求日本啊？咩台湾是但都已经好开心噶啦，系嘛？大陆都好啊，冇唔会有啊？啊咩？请你去揼骨，揼骨啊，买嘢啊，点点点啊，去间唔知咩酒店疏乎都已经系极度少有嘅，吓、啊、有冇啊？又话真心有试过去韩国咯，你老细好咯，我谂九成兄弟都冇嘅，一定冇，我都几肯定。BBQ 嗰啲我都有试过嘅，我冇去到咯，佢话咩啊？公司为咗鼓励大家整个 BBQ 啊，跟住俾咗张纸传，因为我好记得就系啲个上司一开头咧就即刻填咗啦，就巴士币关落去。巴士币咧就即系以为好多人会哦上司去就啲有细嘅唔敢唔去，我即刻一俾咗张纸，我就张纸掉出去，我话我去乜鬼，我直接讲啊，我先唔去 BBQ 啊，我直接讲啊，咪去日本咪考虑下去咯 ，BBQ 啲唔使，我自己 B 都唔想同公司 B， 就咁掉位一张纸出去，咁其他人当然熬底啦，系我好记得就系、是。
我有一份工，我转工之前，我其中一个上司话，其中话咩？你知唔知啊？佢话咩？达仔，我都几欣赏你。我话点解啊？佢话咩？因为你系唯一一个够姜唔去认老细仇嗰啲人。佢话咩？同我一样。佢话咩？我都唔会认仇啊。系啊。我话咩？黐线咩？去山长水远搵啊？去 BB 叫自己留喺屋企打下机好过啦。B 又唔系个老细唔去，我都考虑下同啲同事，即系啲细嘅，即系自己喺度玩维威喂 B 都开心。老细去而家即刻唔去啦，话知佢话咩咩已经抌咗只咩买烧猪成只去 B 啊咩 B 乳猪我冇兴趣，我宁愿自己哇烧猪我自己唔识去酒楼食咩烧腩仔啊咩乳猪，咁啊咩死狗咁去戆居，我肯定够姜你哋先至唔会，我直接唔去，唔去又唔去，我系好够胆讲，好够扑。我是这些大胆打工仔，霸气型打工仔。咁啊，总之就系讲咗咁耐，单新闻都未讲完，就系话咧，嗰个大陆嗰间有六千几个员工咧，佢系请晒六千个员工咧，唔系去啲低能地方嘅，佢系去巴黎啊，请个去巴黎极豪气，唔知抌咗几多万啊，唔鬼记得。咁咧去巴黎啊，即系旅行团啦，你谂下六千个员工。啲黐线嘅，你去凯旋门都已经系一支军队啊！六千，好似你玩三国志咁，六千人已经可以够打。即系如果系吕布佢大兵嘅话，你可能借我谂一个城池啊，有多啊嘛，已经系好虚撼。咁啊，你谂下，你斋系招呼呢啲酒，你酒店已经唔知道一间 book 唔 book 得晒啊，可能要几间。系、啊、嘛，即系哦，隔篱啦，吓、啊、对面嘅，咁诶，每个要整个分队长啊，真系好似行军打仗咁啊，乜乜经理嗱、啊，你系负责管理啲僆嘅，跟住唔知咩董事长咁啊，你系负责管呢一扎人啦，咁样 blah blah blah， 咁咧就破埋健力士世界大全嘅，就话咩最多人同一时间去旅行，吓佢啊破鬼埋健力士世界大全嘅，咁啊都算威。咁有好多人就话咩土豪又剩啦，咁我呢啲我啊不作评论，我啊觉得已经算几好喎，黐线，即系土豪土到咁，仲想点啊，大佬你即系香港都冇人请我去巴黎，系、啊、老细最多系请佢去吓，唔好讲啊巴黎，哇，唔好讲巴黎啦，大陆都未试过请我去，呢下真系靓到抽筋，咁样怼咗入去。我话俾你，我好细个嘅时候咧，就去过一次啊，系我屋企人，我去公司请嘅，就有去过大陆嘅，佢就话我、哦、可以请晒即系员工，佢咪借请员工去噶，员工嘅家属都有得去噶，都系一个好老细。嗰阵时好细个，我已经系陈年旧事啊，吓而家啊冇可能有啦，请你去已经系难噶啦，仲请埋你屋企人，你傻啊！人哋话你屋企人关我鬼事啊！佢咁讲。以前咧打工咧好好嘅，有啲公司咧会你谂翻你阿爸阿妈嗰啲咧，可能嗰啲公司咧就会帮你医疗保险咧，唔系净系俾员工嘅，系员工家属啊咩啊？你有老婆仔女啊？哦，好啊，写埋佢哋嘅名咯，即系你老婆仔女睇医生咧系唔使钱嘅。啊，就系俾唔系话唔使钱嘅，可能俾廿，好似真系唔使钱啊！以前，而家就要俾咩20蚊啊，劲贱价，以前1蚊都唔使嘅，好似佢打咩防疫针啊，嗰啲都可以包埋啊！嗰啲防疫针一支几百蚊定乜鬼嘢，好贵嘅。好，系啊，嗰间嚟做啲咩咧？大陆嗰间咧系六千人啊，都好多啊！你谂下，你自己谂下，六千人咁样去旅行，又有咩又剩嘅话，嗰、那个数字咧应该好庞大啊，俾好多钱。好嚟啦，小心啊！好，小心啊！大镬啦，唔好俾佢射入啊！你而家有啲咩公司？你哋公司有啲咩福利啊？试过吓、啊，你哋试过有啲咩好嘢？你老豆嗰间跟住咩啊？一卡在手，咩都唔使咁好。做电力公司啊，医生全家唔使钱，医生嗰啲啊比较多啲嘢，而家但系而家又冇啦。我记得而家系好少嘅。
我记得个呢个咩老细系咩啲友话系咩土豪定咩都好似啊，做啲咩唔系好有印象啊。啊，我唔系好知道啊，呢间公司嗰个系做啲咩法职，嗰个整到咩6000人，我唔系好有印象，唔鬼记得。好，小心啊！诶，有冇机会追翻两球啊？早放工，早放工呢啲基本啦。人哋大陆嗰啲过年放两三个，成个月都俾你放啦。大陆嗰啲员工福利就好过香港好多啊。有时你唔好以为话咩大陆一定好衰啊，啲反而呢啲员工福利咧而家系好好啊。而家香港嗰啲员工福利咧劲差，即系通常系求鬼期啊、剩啊咁样。跟住咧，仲有单新闻系讲啲咩咧？就系咁嘅，就话咧，有只 online game 叫咩 Guild War 定乜鬼嘢？咁咧就嗰个叫 Guild War 系玩啲咩咧？就系嗰啲你当好似嗰啲咩 World of Warcraft 嗰啲啦。咁咧，但系最近有啲咩问题咧？就有啲友仔又唔知道玩咩外挂定咩，成日用嗰啲金手指啊，成啊整到超劲啊，跟住咧就可以。佢系咩？佢有个特殊能力，就可以系瞬移，好似悟空咁样，中意飞去边啊，飞去边，兼且可以打完人，人哋又打唔到佢，即系瞬移过去，你背脊一棍殴鬼死你之后，即刻走佬，无所遁形嘅。咁咧，咁啊引起好多玩家不满啦，因为呢啲 online game 咧唔系嗰啲免费 online game 嚟嘅，即系鬼佬唔兴嘅，鬼佬仲系收月费嗰啲嘢就，咁咧就好唔锯，好多人又好嬲。跟住咧就已經流失咗好多玩家，咁咧呢間公司點算咧？佢決定咧，佢決定咧就唔知 hack 鬼咗呢條友 account， 其實都唔可以話 hack 嘅，佢哋本身就知道有呢條友個密碼帳號嗰啲，佢就唔知開咗佢個人。咁話咩？今日咧就要公開處決一個咩成日做壞事用金手指嘅玩家，咁咧就登入咗佢個帳號啦，用佢個人啦，之後咧就幫佢剝光珠。啊！剥晒嗰啲衫裤啊，即系净系着条底裤咁样，就企喺城镇中心一个唔知咩高台，即系又系正常人去唔到嘅。佢又帮佢去话咩？而家要公开处决呢啲违法玩家贱人，咁啊，即系讲一大堆废话，即系公告嗰啲啦，咩鞭挞佢啲罪证啊 ，blah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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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。咁之后最后点做呢？就决定呢就将佢跳楼嘅咩拱，之后控制佢个人物就喺个高处嗰度一嘢搭落地，跟住搭成肉酱变成屎饼之后一劈血啦。然后点做呢？就话咩我而家将会咩 delete 咗佢呢个人咧，咩删除咗佢啦，即系帮佢话，因为呢个人系用嗰啲非法嘅啊途径去整嘢嘅，即系 delete 鬼咗佢。咁好多人就咩欢呼啊，话咩正啊，但有啲人话已经冇用啊，即係冇辦法，因为已经失去咗民心啊，呢个游戏已经唔想再玩。喺就转个游戏啦，辛苦各位队友啦。呢一幅係由闪现所画嘅，就画一个沙瓦狮子。佢又话咧，点解啊？之前我又话咩狮子比较可能杀狗啊，啲咩沙华狗，我话未见过有沙华狗，我好少可啊。跟住佢就话，佢又画出嚟啦，沙。